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不难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拼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一样是活动锁定，那里定性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呐，哈哈。啊，咱来甲看上林两礼拜呢，两礼拜了呢，吼、哦，就化工协议吼，啊不来重启啦，就是协议的这个协灵啦吼，啊协议厂，那么听讲就是一号机啊，几号机，吼、哦，啊要继续过来运转了呢，吼、哦、停介久啊，因为这较早民进党的对不对？吼、哦。抗议国民党呢，对不对？确实的都停起来啊，了偌济你敢知？干那老百姓的钱了偌济你敢知？吼、哦，啊无要紧啦，吼、哦、啊到即马都民进党诶，都主政啊，人因讲啊，绿色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后摆的孙安尼啊，无核电呢，吼、哦，拢要用个什么绿色的，什么黑啊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啊来发电啊。哦，也会顺安尼啊！这个反，这个反什么？我看卖啊！吼，哦，反团呐、啊，就是环保团体。那么今日个林泉无害，无庙害啊，庙宅害民，
没有采海边。啊，这个林泉你甲看过去，伊讲安怎呢？伊讲的什么呢？慰安妇吼，迄是自愿的啦。哦，啊，互人甲批甲无一地，你甲看，即马做行政院长，哈、啊，以前伊，当时，即几工啊，哦，也是什么呢？啊，去报告啊，吼、哦，议会去报告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伊讲伊唔对啦，核实的啦。讲伊较早讲的唔对啊，安尼啦，啊你甲想，有足侪较早民进党所讲的嘛拢唔对咧，对唔对啦？啊你甲看，啊结果国民党互骂甲无一地安尼啦，你甲想，所以我定定咧讲民进党的这个本质，就是扭曲事实，哦，乱骂，对唔对？啊，啊昨非今日啦。对不对？较早伊啊，伊抗议的人拢唔对，即马伊伫个座位拢对，吼、哦。来，咱来甲看内容。这是今日啦，六月初六早起5:50发布的，即《中国时报》。那么面对热人用电量不断的即个增加，行政院长林泉伫个昨表示啦。今日六日、五日就是长嘛吼。那么核一厂一号机在安全前提之下，重新思考要来重启，就是讲要重开就对了，重运转啊来发电，引发了这个反团痛批林泉，无灾害命，妈妈纳豆核电联名。好、哦，这联名呢？台湾教师协会，一个是什么？台湾生态协会、绿色消费者基金会、台湾环境辐射走调团等，将伫个今日早起啊，哦，可能等我即马节目到下晡个哩，早起唔知有高无高，我唔知啦，哦，那么早起要甲。这个台北地检署按令控告林泉，吼、哦，公共危险罪，不满经济部啊，甲台电计划重启核一厂一号机。那么绿色消费者基金会董事长彭检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，应该是。困欠啦，应该是吼，这个欠哩吼，崩欠吼，台湾辐射走调团召集人啊林水珠，顶个月底接到地检署控告经济部长袁玲辉主委等这个人吼、哦、公共危险罪，这一边林泉讲考虑重启伊的这个一号机。啊，这个反团决定嘛要控告林泉安尼啦，哦，这个欠电的这个讲法，将着人哦上电椅，啊，将人上上电椅安尼啦，哦，这个开头是安尼是，哦，这个算一段一段啦，哦，欠电。讲将人送上电椅安尼啦，那么台湾无欠电，只有欠电，而这个假象安尼啦，哦，这是系统性伊个这个诈欺问题。这个彭检在讲啊，台湾发电机组伊个这个装置容量大概也差不多4800万瓦。那么今年上届管只使用3500万瓦啦，尔应该请台电吼啊，也会顺那尔一步一步啊来检查啦，吼、哦，倒位啊，诶，这个机组未用诶发电，无爱无用塔卡，吼、哦，啊，
就讲欠电安尼呐，啊，就要将到这个2300万人伊的这个未来啊，甲福气送上核电电椅上啊去处死安尼啦，啊，伊讲哦，卖无塔卡，吼，卖无塔卡，吼，那么伊说那尼啊，临转用功。一点也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较认真一点就对了。那么一切提数据来讲，啊，这个林水珠嘛气啦，吼、哦，都伫个讲，伊讲一号机啊，佫有40几束，吼、哦，那么核燃料料棒吼无退出来啦，那么燃料伫。嘛，只存吼，只存的剩安尼啊，两束，伊的这个存放空间呐。一旦的剩安尼啊，启动相当的这个危险呐。哦，因这拢专家哩，因这拢凭个核电、核电能的，而且这个专家，搁较专家就对了。哦，你甲看，数字拢出来啊，啊。伊讲哦，伫国民党执政的时期，吼、哦，做动一号机重启，长达个17个月，啊，现在新政府上任2礼拜啦呢，吼、哦，就要讲啊，搁重开始就对了，重开，根本就是伫咧骗阮的这个选票，啊，本来民进党就安尼啊，吼、哦，迄是恁唔知影啦呢，阿洪有讲哇，阿洪有讲啊。20几年，阿洪伫咧观察民进党，伊个本质就是安尼，伊个本质就是要骗票，啊要夺政权。民进党个就是拢安尼。其实我看看民进党，伊无啥物好个即个政策啦。你甲看，对不对？阿扁啊，主政8年贪污，对不对？啊，伊个孙阿娘拢专门咧攻击国民党，民进党哪有建设？民进党根本就无拢无建设着，伊敢若会用骂，对不对？啊，敢若会用安尼骗？当然啦、啊，就是安尼骗票啊，是不是安尼？阿洪都讲过啊，迄是恁去互骗，唔知啊，恁要投予伊，啊，恁阁要讲啥物啊？哦，对不对？恁就应该啊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恁都会算安尼啊？啊，目睭白乌金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无大声调度。是便宜行事安尼啦，这个林水珠就咧讲啊啦，因用6个月热人用电的这个高峰，往年5月拢会将发电机机组维修准备好，那么今年发电机组准备状况却不如以往安尼就对了，啊就安尼。一代不如一代啊！啊，当然是安尼生啊，社会嘛是安尼啊，国家嘛是同款安尼啊，教育嘛是同款安尼啦。我阿洪有讲过，阿洪有讲过啊，社会愈来一日愈来是愈歹，袂搁较好。阿洪讲几年啊？阿洪讲几年啊？哦，这是恁大家唔知影安尼啊？恁大家遮拢晓知晓觉咧。对不对？阿洪是先知先觉，啊，恁这学者，恁这专家，无采恁主读遐济，对不对啦？讲什么咧专家，讲什么咧学者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法度啦，主唔知咧安怎读，哦。那么也是安尼，状况不如以前，那么何必用也最诶这个水力发电？啊，甲会顺安尼啊，啊，这个抽蓄发电啊来取代有诶这个啊，存期也这个核这个核能啊这个发电，电量无够，就是这个假议题安尼啦，像较早咱嘛讲国民党诶，对不对？咧恐吓啦，啊，也会顺安尼啊，讲什么会无电啊，啊无。建这个核四的，吼、会无电，吼、哦、啊！即个这个台湾人，啊，即个这个饭团，都拢咧讲，啊，恁拢咧讲恐吓安尼，啊，
较早对国民党就安尼讲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这我相信讲哦，这新闻拢有嘛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环保联盟创会的这个会长施信民嘛表示啊，伊讲目前哦欠电的这个情形哦，只因为这个尖峰的时阵时段，吼、哦。负载量有较悬安尼啦，哦，应该大声做好电力调度的这个工课啦。那么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这个副秘书长洪新汉就伫个讲啊，伊讲哦，新政府不断强化增加能量的能源，也这个供给，吼、哦，像是啊，这个。气电共生、民生、卖电等等者，那么方法固然会使可行啦，会使。但是吼、哦，需求面嘛应该同步的这个降低啦，亲像是百货公司吼、哦，下晡一点到三点人客吼、哦、真少，吼、哦、方法固然啊会使吼，那么一旦启动电力，吼、哦，伊个即个下载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台湾伊个即个用电需求有65%，吼、哦，来自于自商用电，中央啊甲地方应该下手管控电量个即个需求，吼、哦，重启协议伊个即个做法是便宜行事安尼啦。你也是，哦，较早民进党的攻击国民党的，对不对？拢咧恐吓啦，要无电啊啦，今年要限电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即个台湾人就开始就叫啊，叫到无一地。即马民进党上台，嘛是同款啊！你个看，人讲早起就要甲告，唔知有告无告，我唔知啦。哦，我新闻无看到。哦，啊，我报是下晡时啊，哦，好啦，予大家了解啦，哦，无影讲民进党就较敖啦，啊，我有讲过啊，哦，旧的无来，唔知，哦，这个新的无来，唔知旧的这个好歹啦，哦，你甲想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個、时间继续收看来。江丁13番队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行路如行，一路顺风回故乡，在港口摇来摇去，大笑船过年。想起你路过海边，古拉斯拉一杯酒，在酒店里找袂见马多罗斯，情也醉。啊，江顶。13番队，阮行青春风微微，石头烧了无人影。情相对，影影相随，讲话糖蜜甜。五彩色的红尘，引阮踏入爱情池。我一笔一滴过去，是你落头好一张。哦，江顶13番队。
春来心情摇动，暝日无你心上瘾，送春去小别，彼时双人心相比，不敢辜负我彼面脸，就介绍阮心意。看天星茫茫，待叹我月娘看平年。江顶十三番地。